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啊。接下来还有一段视频要给你看，你说你要放弃高考，至少是今年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一段视频要给你看一下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。唐娜，你还记得吗？高一刚开学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军训，在那个宿舍里，经常就是我洗衣服比较笨，然后你经常会帮我洗衣服，帮我打水。现在你不在，我经常一个人回宿舍，有的时候真的挺孤单的。希望你能早点回来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像以前一样玩，然后还可以一起回宿舍一起睡觉。唐娜，我们等着你回来，加油！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。